我现在呢要去法国了。哇，你整身隆胸啊，其实。吴叔，吴叔叔，我也得去。大家用这个油。好漂亮哦，外面。哦，秀生来得及。接我们的是这个小车。真的很漂亮。隆胸的礼物。Next to that, a white hat. 书生要离开了，要去哪里玩呢？我也很开心哦。你要去哪里？我现在呢要去法国了。你就好啦，跟龙尚一起出国呢。哇，你整身龙尚啊，其实。可爱吧？你这个马女。好好看这套我的机场套装，那这行李箱超级无敌好看。是我要 check in 好，我现在要去 wrapping。这一次呢，去法国就是被邀请去参加隆胸的活动。这一次呢，马来西亚代表呢还有一位，就是 Dina， 她已经进去了，等下我们去找她玩。再见了，你的小马。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哪一个？这刻字画。喂，是你的名字哦。WSS。吴叔，吴叔叔。那你看，你看，这里也有。喂。怎么是这边有的？是不是你没有吧？我之前那只有 CCY， 然后上面没有。啊，里面也有。What the？ 还有 XO。What the？ Jesse， 看到这个影片，请给我一个谢谢。是不是很羡慕？等一下我就跟他讲了。还有 XXO， 有这个 XO。I love Malaysia. How are you? I'm fine. Apa kabar? Fine. Just only one. I didn't go.So sad. I stay in Malaysia because I love Malaysia. 我也得去。我没有男佣帮我提醒。男佣。你看我的男佣，哎，没了，没有我的男佣了。男佣，男佣。有这样重吗？比较夸张，大家夹裤，太开心哇哇，可以做演员了哦！让我想，哦，马上跟定啊，可以可以，拜拜。我回来，我东西在那边演，啊演到死，拜拜。我给你耗到一点半。不要不要不要。我早点回家。耶！哎，我终于进到罗氏了，看一下 Justina 这个美女。找到你呀！找到我。这食物好丰富呀，都是偏西式的。OK， 我们现在呢要拍一个 reel 在大街上。好彩，现在是有什么人啦、啊？可丽吗？两个艺人，两个艺人在拍 content。你们要看去 Justina 的 reel 看哦，拜。同志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夸张？我甚至已经洗好脚了。哦，太爽了！我还担心没有的洗脚呢。其实我也是有带睡衣，但等到飞机上再换。很推荐大家用这个油，我跟你讲，这个油哦，因为我之前我这边可能晒太阳，我这边脱皮，真的很好用。马上用了不会脱皮了，怎么那么好用？因为我想说，等下坐飞机脸一定很干，所以我想说放一层油就比较好。咦，全部 sample size 好可爱，最喜欢要 sample size， 因为我这个人超级适合 sample size， 像这种短短的裙，就可以用 sample size 来。两个的背好可爱啊！我们是没有讲好坐这旁边的，这个位置是他定的，然后我是被安排的。我们现在上飞机了。
再拍你们看一下吃什么飞机餐。凉啊！现在装行李箱去车子 ，Let's go！ 刚睡醒，刚睡醒。耶！啊，终于到了，我们等下要坐一个半小时去到酒店。耶、yeah, ！我们终于到我们的酒店了，这酒店新开的哟，然后我们是第一组客人。超漂亮，等一下有机会带你们拖一下。呀，我们现在在酒店里面了，然后带你们拖一下这个房间。当一进来就有一个大镜子，全身镜，那应该是衣橱哦。哇，咖啡、饼干，哇，啥都有。这个呢？哇，这是啥呢？这是衣橱，锵锵。带你们看我整个房间，很漂亮的地方。噔噔噔噔，哇，我也是酒店送的，对不对？对 ，Madam Wong 送了一个 champagne， 应该是白酒 white wine。它这边整个装修风格都是那种蓝红白色的，好漂亮哦，外面啊。然后呢，那个小桌子还有点偏那种叫什么啊，水手风。这边还给一点小点心地址。哎呦、啊，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很兴奋。龙兄送来的 gift， 嘿嘿嘿嘿嘿嘿。等一下，我们来开箱一下 ，OK？ 马上。然后厕所，哇，厕所很好看呢，有点像我家，其中一个装修风格。它是那种偏复古的，它的那种转头也是很好看。然后这个是马桶，一个大镜子在这里。然后呢，还有浴缸，哇哦，这浴缸很不错呢，还可以看外面的美景吗？开得到吗？哦，开不了。我们现在来开箱龙兄送的礼物。我才发现这酒店竟然是戴森的盒子，然后整个戴森直接放在这里了，不怕别人干走呗。当当啊，我们来开箱一下龙兄这送了什么 gift 好不好？哈哈哈哈哈哈，很开心。其实我们现在在的城市叫 Saint-Tropez， 这应该是他们著名的饼干吧。其实我对南法的城市没有什么很了解，这次有的来真的是一个没有计划中的惊喜，这样子。这是一次性相机耶，而且还有隆胸的，可爱。应该先要看这个是圣梦。看一下，我猜这个是 invited 的。Dear Susan, welcome to our getaway in Saint-Tropez. I'm very happy to have you with us for their joyful experience full of discoveries and surprises. 什么？喜欢手写的东西。那可以来看一下呢？先开这个很明显的，好不？啊，我好喜欢这个包。
种沙滩的编织包，那种木藤编织包，很好看。各位，每一次去沙滩都要带着它的，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chocolate 色，还有一些这种 charm 很好看。现在先拆小个的，这是啥呀？哦，是墨镜，天，红色的，这很适合在下面拍照啊！啊，开心啊 ！Next， 我们开这个。这个很可爱耶，我记得他们有给我过一个了的，就是就是那种编织沙滩包。需要一个，这个是我们一整个 trip 的 itinerary， 而且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行程，也会有很多活动，所以会很丰富。这一次虽然才短短的几天，但我已经很期待后面的行程了。我们来开箱这个大的。What is this? 啊，这个帽子我很想要，之前就看到的帽。泳衣，天，这是泳衣吗？天，我等下下去去穿它。哦嘛，太好了吧。然后这个呢，我才是长裙。哇哟，好好看哦！好，我现在要冲凉、洗澡、准备化妆，然后等一下7:30会有一个 dinner， 是跟几个国家一起的，有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这五个国家的人今天会在这个酒店一起 dinner， 这样子。现在要去准备，因为准备的时间会很长。等一下见哦！当当，我的 dinner 装扮好了，搭配的是这个花花长裙，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花花包，还行吧。嘿嘿，后面有点乱，哈哈，很好看。我现在去 meet 他们了，刚好7:00就要约，现在大家都来到这边餐厅，有点害羞。完蛋了我。杰克，看一下你今天的造型，是不是很想要这个帽子？不公平，我要白色的。Jesslyn， 我要换白色。别来开玩笑。很沙滩风哎，你。是今天的菜单。Enjoy。我拿的什么？空姐是什么？好像我，但是你们也感觉是那种有热的，嗯，挺有酷点。这是鱼，嗯，怎么样？晚安，而且好安稳。谢谢各位，早安。我很早很早就准备好了，因为老师没有提供化妆跟头发，我现在在等那个 hairstylist 来。今天是我自己化的妆 ，OK。我还拍了一个 reels， 你看。这手机我有点太早拍了，所以手机呢跟那个鞋子我都不能动，我现在也不能玩手机。然后呢，在等待的同时，我的早餐到了。我今天叫的是 room service 的早餐，因为我不知道我来不来得及吃酒店的早餐，所以我就叫 room service。天哪，又是面包！我觉得西方国家最适合我的就是他们的早餐都是吃面包类的，我那早餐都只能吃面包类的东西。你们知道我多……嗯，是不是 Hestley 来的？I'm a stylist for your hair. Maybe. But. In Thailand? Yeah, maybe. Okay. 好可爱啊！现在在弄这头发，现在做的造型会比较那种大波浪的造型。现在化妆师来做最后的 touch up 和头发，我觉得蛮好看的，是显得我头发很多，那是那种大波浪的，有点小小复古法式风这样子。帮我加长我的睫毛，
哇，我们现在要去一个 market， 然后哇，接我们的是这个小车，超可爱。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龙什么 logo。Yeah， 我们现在出发了，真的很冷，天哪！所以我们整天要坐这个车吧 ？Oh my god！ 而且我们穿这的衣服都是很 summer， 对，我们都穿 summer 衣服。Okay， 潮流没有温度，真的。我想要热一点，救命！而且我觉得这感觉很矛盾哎，就是有太阳很大，对，就很冷。前面呢都是龙兄的车，一辆一辆的，超可爱。This time shopping why we are all here。我们现在要走去。我要去啊！刚好就路过龙兄啦。哎呦，我家有狗喂。它的毛色好漂亮。对，我们现在来到 fish market。哇，好漂亮哦！它没有说那种很臭的那种臭腥。哇，这很好拍照。哇，对岸超美的。刚拍了一个镜子的影片，我觉得我没办法两个一起拍，那么我就把那个影片放在这里好了。给大家看那感觉很漂亮，真的。给大家看这里的景色，真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堆美女，更养眼。大家，我们这边对面是阿尔卑斯山呢，看到吗？这边有一点雪的地方。哇，我们来到了这里的 market。就有点像马来西亚的巴沙马拉那种感觉，然后这个 market 呢，只有礼拜二才会营业，真的很像巴沙马拉，但是比较高级的巴沙马拉。巴沙巴吉吗？啊，对，巴沙巴吉。我们来这家吃 Le Petit Plat。嗨，Enjoy your visit。Yeah. Welcome. 哇，是沙哦，有了，真沙哎，哇，哇，整个超有感觉，每个小名字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吃，哇，肚子饿。开始上车喽！来试去看，这个酱是海胆，这是海胆来的，很好吃哎。小 Deezer， 我那咖啡好好吃啊！哇哦，还有粉色的耶 ！Everybody is looking. I want to see it. 还有一个黑色的。这个人，到了目的地才把这些电话不在。你知道为什么吗 ，Jessie？ 刚衣服从里面偷，我就把我的电话放一边了。啊，这个里面是泳衣来的。没事，有人拿回来。好彩，真的，哇，天哪！我们现在来做甜点喽。我们是要学习当地的甜点吗？我是真的有点手白痴的那种。我们来到了，好可爱哦！哇，这个还有署名的，我是 S。先看一下帅哥厨师，真的蛮帅的。挑我们的水果，这是我拿的，所有。Yeah， 还有薯神可以啊。Yeah， you do best like。No. Yeah. You are doing best with before now. Huh? You did that before. Best with before now. No. Yeah. Talented. 我们来猜一下它的 cream。
有没有好吃？就是那种死甜的。我们先要放水果在我们的字母上面，就是放在 cream 上面，要 deco 一点。Yeah, as I can see, 这个是我做的 deco， 很漂亮吧？现在我们要来做面包，那我们做一点甜点。好了，哇！现在这个厨师又送了我们几个蛋糕了。你看，女生的开心就是这么简单，有吃的就好，美味，开心的女孩们。我们现在拿回我们刚刚的成品。我们现在回饭店小休一下子，因为等一下就 dinner， 还要再准备一下 dinner 的服装啊、妆容这些。然后呢，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收到这个 Longchamp 的礼物，那我想来打开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要一次过开箱，然后要一次过拍 vlog， 所以呢我都会加脚架，然后我们一次过开比较好，好不好？你们就在这里看我，你们看我们平时工作的样子。OK OK， 来打开一下，这到底是啥呢？哇哦，芝士丁！天哪天哪，好漂亮啊！跟你讲，这几天真的是冷到爆炸那种，可能也是真的是因为自己穿太少，真的很少在出国会冷到发抖啊。那就给我们了一个 scarf， 太好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找 scarf。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穿搭每次会少顾虑到 scarf 的人。我跟你讲，这边的人哦，穿搭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看，大概类似是这样，可以保暖一下我的脖子也好，不然的话，其实看很多人试镜哦，都是他们会对折三角形，然后披在肩膀上，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我现在在想要小修一下，大概半小时而已。小修了，然后可能改变一下妆容，然后换第二套 dinner 的服装。以前我们也是 dinner， 然后也会跟全部国家的人一起。对，今天好养眼哦！今天是看到各个国家人来嘛，很多美女。来，对了，做女生真好，可以肆无忌惮的看美女。好了，我去休息了，等一下见。我们现在来到晚餐的地方了。多一次，怎么念 ？Shigami， Shigami， 觉得音太难念了啦。天啊，今天的晚餐地点太漂亮了吧 ！Yes， 很幸福哦，这里真的是白的死地，真的。给大家看现在的状况，都在拍照。现在要等吃晚餐。现在终于上食物的二次了，全部都是酸的，最爱蔬菜，不理解，很酸。太渣了吧！嗯，冷天好适合。早安各位，今天是我的 outfit。 我的 outfit 今天呢会比较偏沙滩海边风，比较夏天一点的感觉，因为今天我们会上去一个 boat， 然后就偏比较粉色的。然后呢我现在看到吗？很可爱吧。今天做了一个单边马尾，然后还有
一小个丝巾这样子。给你们看酒店外面哦，它这边的角度非常的可爱，所以我想要在这边拍一组照片啊。各位，我终于拍好了，太冷死了，手要冻了。谢谢你，小白兔。啊，我要死掉了，鼻子要没有知觉去。我们现在出发啦。带毒洞是不是你？啊，我们的 boat 在这里 ，huge on 的绿色船。谁知道我到现在还在发抖，难道是我在抖吗？现在龙是我们的旗子，现在大家都在拍这整个船。哇，这个椅子上面还有龙兄的 logo， 天哪，很可爱。出发了，我们上到二楼了，想要来拍个照。二楼很漂亮，可是呢，很多人也是要拍，我们来排队着，给你们看那个 view。我们现在来到午餐的地方。哇，好像森林秘境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午餐的地方它是靠海的，就有点在海边吃饭那种感觉。好，浪漫。不懂会很热还是很冷？哇，这个阳光也超好。哇，你看头上很好看呢，头上很漂亮哎，这真的太晒了。哇，很热、哦！我们两个，马来西亚已经够热，所以我们不想在这里拍。真的，我觉得这头顶已经三分了，我装备又进步了。对，刚刚还穿有点黏。Oh my god！ 我真的很喜欢法国，每次都会先 soft 面包。This is tuna. Chicken with the flower of the zucchini. 我们现在要录一个法语 ，Longchamp。Tonk， 闭眼，完全法式。龙翔，龙翔，做背景。哦。Thank you。我们现在来到 Kajak 的工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workshop。然后呢， Kajak 是一个鞋厂，是一个很著名的鞋厂。像龙翔的拖鞋呢，都是 made from Kajak 跟龙翔 crossover 的。我们今天要去 workshop 里面学习一下。进来里面呢，现在第一个入口就是这些皮质布，都是龙熊色。这是他的鞋子，我们现在到龙兄的 boutique 啦，现在是来 shopping 了吗？耶、，Let's go！ 一进门就有巧克力迎接我们了，全部人看到巧克力很兴奋。这里面是有小饼干的，嗯，好吃。看它这个里面棉花糖加一个小饼干，超好吃。整个 store concept 就是这样子。好漂亮，好想买好多东西。我们现在想要来购物了，已经忍不住了。我们现在想要买这个双肩包，超好看，而且它很好装，就是那种尼龙布质的。然后这边呢，它是皮质的，超好看。我最喜欢的是它双肩拼色，然后它背带是褐色。这为什么最近红起来，也是因为 Jenny 背了一个同款，它背了一个 navy blue 的颜色。哦，没有了，那一群有货。天降喜事又有货啦，得买得买哦！绿色也好好看啊，我好想包，不能包，冷静点，冷静。哦，看到巧克力色也好好看。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准备客制化我们的鞋子了。平时都不能署名的哦，今天龙兄让我们来署名我们的鞋子。耶！开心！龙兄万岁！万岁！那我拿了一个卡其色的拖鞋，在等着，现在要来硬烫。嗯，尺寸已
的力量，急用用。哇，所以呈现效果就会是这样。我选右脚，因为我每次翘脚就会这样翘翘，然后就比较看得到我的名字在这里。我们现在来到一些就是他们说很著名的布拉多，有好多口味选择。然后我们想要他推荐我们什么冰淇淋，我们就吃。太盲盒，还有两个 cone 选择。然后我们最后店员推荐我们 pistachio， 我觉得 pistachio 这个也真的是蛮好吃的，开心果口味。然后我们还选了店员推荐我们的一个水果口味，这是百香果。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吃，好吃是不是？我自己家推荐，我们没选。哇，这个是不是很好吃？这很好吃哎！哇，这个很酸，我是觉得这个很酸，可是这好吃。我们现在来到我们餐厅的咖啡，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哦。然后桌上有一堆的 cocktail， 还有放迎宾的餐点。短暂的两天真的很开心。第一开心的点是终于可以跟一个品牌去到国外，然后一起度过，然后认识很多人，然后认识了创办人，跟他们交流了很多，然后你可以 feel 到哦，大家真的是很真诚很用心的再去了解你这个人，会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一次呢也更了解隆重这个品牌，更了解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制作东西，这样子就是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 family 的感觉。也很开心来到南法，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 planning 去南法这一区这个城市，所以下次我想要更解锁更多南法的位置，想要去了解更多相关那一边地区这样。现在就是要回去更努力。还有一点我觉得我蛮收获很大的是看到很多像创作者，他们都是真的很努力在创作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可以让我更充电的那种感觉嘛。跟他们出去一次哦，就可以 feel 到哦，我要更努力，有这种 input 是很好的啦。谢谢隆重带我过来，希望还有更多机会，很开心。好，我们下个影片见喽。